耳机的声音，刺刺啦啦的，可难受了，嗯，感觉自己要聋了。我好，我开始弹琴晚啦。上好，听你啦，好听啊。绝对演绎，再看一眼。吓一跳，对吧？我都以为你突然说话了，我都以为你突然说话了。哇，太逗了！这首歌中间把我吓到了。嗯，对，它应该是剧情歌。那木雪，我们下次再连啦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拜拜，拜拜哟。嗯，拜拜。很好噻，没有卡，对不对？你们有没有看到我刚刚的反应？嗯，吓死我了！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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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吓死我！嗯，被彝族曲支配的恐惧。哎，因为我哎，对我们今天直播连了两次，为什么声音都没变？好奇怪啊！Thank you.
没有 WiFi 也没有卡啊，不是没有卡去了，WiFi 也没有修，然后呢，今天还卡了一下呢，现在是不卡了。又到凤凰花朵开放的时候，好久没有听《如愿》了呀！突然一组曲，因为他们在那说嘛，《琵琶语》我今天已经弹过了呀，我们明天再弹好不好？明天记得来看我啊！明天我们的歌单有非常多的歌曲。你是遥遥的路，琵琶语有一段比较难弹，有哪一段比较难弹呢？哪一段比较难弹？明天就在这儿吧，明天就在这儿吧，懒得换了。8:30，金玉不见都已生于，你说的是不是这儿？我哎，怎么不从头捋我就记不住那一句是什么了吗？算了，比较急的那一段，《琵琶语》这首曲子很慢啊，没有急的地方。你是不是那个记错曲子了？愿你所愿的笑靥，你的手。我蹒跚。那明天记得来听，好吧？请带我去明天。如果说你薛恒下了吗？过我的天，我愿活成你的愿，愿不忘啊，愿又忘啊，这相识每一天。噔噔噔噔，哎呀，对，你可能记成踏鼓了，踏鼓中间是有一段比较难。踏鼓那首曲子我就是还没有练，嘿嘿嘿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。你是岁月长河星火燃起的天空，就把你唱成歌，是我之所来，也是我心之所归。世间所有路都将与你相逢，而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，愿你所愿的笑靥，你的手我蹒跚在前，请带我去明天。我说你曾哭过我的天，我愿化成你的愿，愿不忘啊，愿又忘啊，这生是每一点。明天本来说要去抖音上面和那个薛寒连的吧，对吧？艺术 PK 就有精神了。小鱼的这个胜负欲贼强啊，感谢关注。好久没有谈怪物了，怎么样都得轮一遍，对不对？你所愿的笑靥，走你所走的长路，这样的爱你啊。他和谁在 PK 呀？路人哦，当当当当当，梅南边，梅南边可以，梅南边也来一遍，来一首怪物，看看我的历史播放，我历史播放苗刀。苗刀，中国苗刀，女生练苗刀。
他们是不是用我的号在乱看一些视频？我没觉得我看过什么苗刀啊，其实还是看过的。自从那个上次拍了那个，哎，幻境可以。上次那个拍了那个舞刀的视频之后，我就陷入到就是动作戏里面无法自拔。我想下次非常帅气的在那耍个刀。我们先来个怪物好不好？还有一分钟，什么意思？哎，算了，等会儿，反正接下来的曲子我都自己安排了啊，我想弹啥就弹啥了啊，来吧，怪物啊，重新来。就是我以前都看不见你们给我就是送礼物的特效的，所以刚刚那个小鱼送的那个水晶球，哇，感谢小鱼，谢小鱼的水晶球，谢谢小鱼。我说我去，这是啥呀，这么好看啊，原来是水晶球，我以前都没有看到过，我以前看到的都是老屁股的截图。哒哒哒哒哒哒滴哒哒哒滴哒滴滴哒哒哒哒哒哒滴啊，好想改一个好听的曲子呀，像怪物一样的又好听又炫技的曲子。
不，以前他们送了很多贵的礼物，都没有特效，就是我这边是看不到的。我是说今天哇，好神奇，我居然能看到特效了。哎呀，我的语速就变快了，就变成这关枪了。但是有点磕巴，是怎么回事？对，我说看到的都是你的截图，今天是动的了，我就说哇好好看。哎，感谢谢阿光的水晶球，我怎么可能不谢。阿光，你要送我礼物的话，我绝对会谢的，我绝对谢的。咱就说如果我没谢的话就是我瞎了。呸，可能有的时候没看到，不好意思。感谢谢谢我的头的续费，谢谢我的头，感谢感谢谢谢感谢谢谢舰长，每次我的头一来特别的帅气，续个费就走。都不多听几首。原来是舰长，对，没错了，是舰长。感谢谢谢老板大气。话说刚刚听我弹琴感觉音量很大，很容易爆音啊。那爆了吗？如果爆了的话，我得推得再远一点，就是弹炸的曲子的时候音量我得降下来。我的头他把那个给我了，我给他寄过。我看一眼啊。哎，没有。哎，哦，有，我给我的头寄过。听着爆了，好，那我就下次得给他那个弄远一点。收到啦，好的。然后我们的明信片的话要选新的照片了，新的照片，然后重新再印一套，就以前的那一套也会印，然后之后我们的舰长收到的会是另外一套。目前我还在统计我们舰长的那个地址呢，你知道吧，有好几位还没有给我呢。那就差小青了，小青他最近咋没来呢，忙着呢。我们再来一首新片十面试一下啊，我远一点，然后呢音量降低一点，你们看会不会爆啊，应该是不会爆了。
后我要记得把这个声音调回来，这样就对了，对吧？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弹躁的曲子炸掉啊。刚说青山青山就来了啊，我们刚刚还说你怎么补来了，比怪物更好些。因为我就是怪物不是爆了吗，然后我刚刚就把音量拉小了。欢迎青山青山绿水兄台，哇人又多起来了，嗯，开心开心。我们今天不下播了，我真是我累死你们。我们再来一遍赤焰之鹰怎么样，你们同意吗？谢谢谢谢青山的水晶球，哇这个水晶球的特效真的很好看，我以前都没有看啊。好的好的，感谢我的头，我们下个月再见，拜拜。感谢谢谢小青，谢谢秋夜繁星坠点点，一直出发一缕相思，写千里找心间，寒冬被阴雪，落花似流年，忘了时间，铭记挂念，摇晃了岁月，渡口的长帆有梦见，曾经的海面清晰又是波涟。像那孤勇在风雨中，你的面容在清晰之中，在模糊之中，我多朦胧，有那些春梦多轻易不由得匆匆，在风雨中，你的面容在清晰模糊之中有点朦胧。我们都在念你。寒冬没阴雪，流花似流年，忘了时间，铭记挂念，摇晃了岁月，渡口的长帆有梦见，曾经的海面今夕又是火炼，梦里你多温柔，像那孤勇在风雨中，你的面容在清晰之中，在模糊之中，多么朦胧，又带着人梦多情一空，不由得骚动，在风雨中，你的面容在清晰之中，之中又变朦胧，梦里你多朦胧，又带着笑容。我们下一首我们弹一个那个广寒宫吧，好不好？你的面容在清晰之中，在模糊之中，哦，你们不是青花组合吗？请问你们不是青花组合吗？怎么了？猜 CP 不行，不可以猜 CP。 在清晰模糊之中又变朦胧，我觉得我唱这首歌还可以，在清晰之中之中，在模糊之中啊，青花瓷，好久都没有弹青花瓷了，呆的。好的好的好的，滴答答滴答答滴答，感谢谢谢青山的智慧指数，你看我的播放器都多懂你们，你看青山一来搞了个青花瓷。那青鱼组合呢？怎么样？青鱼，有一个组合叫做青鸟飞鱼，好像是吧？我们来广寒宫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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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！此生不悔。哦，青鸟飞鱼，对，飞鸟青鱼。
嗓子好在线呀，我觉得可以吃一口润润喉了。我真是的，我的西瓜放了半天了。我好喜欢弹它，你们发现没有？可以吧？可不可以？经常来我这儿能听到很多好听的曲子呀！我要把这个玩意儿，我要把这个给它粘住了，我真是服了。不不不，要观众老爷们开心，我才是更开心的，好吗？我自己的开心不是真正的开心，你们开心，我才是真正的开心。还是会爱着他，应该没有问题了。忘不了他，渐渐云云丝丝千年忘了时间。这首歌也好听，这首歌叫做《先走的人》。会想念他，感谢关注。如今如愿，天边。但是我喜欢弹的曲子都是很燥的那种。哦，好的，刚刚那句话留给胡老板是吗？都是自己人，不要拆穿我。这首歌好听，但是我要拖到最后了，因为我要准备我的赤眼之鹰了。呀呀呀呀！我想念他。来了啊，准备了啊！但是你们开心也是我真的开心。